者四，决战次时代，乌龙相遇。博士，黑钻系统崩溃啦！好重啊！布雷，在博士。接下来看你的了。是。已经没事了，你们快离开这里吧。星星哥哥，哦，你就是消防员沸羊羊吗？你认识我？当然，你是我的偶像。我可以用你的签名吗？签名？现在不是说这个的时候，这里很危险，你快点离开这里吧。沸羊羊，怪兽果然在这里，我们一起对付他吧。好，加油啊，沸羊羊大英雄。你怎么还在这里啊？我不是叫你离开吗？人家只想多看偶像你一会儿嘛。你是沸羊羊的粉丝吗？你先去躲一下吧，一会儿我们再来找你好不好？快走！千纸鹤。糟了，他要逃跑了！重力战锤！美羊羊，你给我下来！我们又多了一张卡，看来我们离真相又近了一步。哇，你们好厉害呀，消灭了伤害我们的怪兽。你怎么还在这里？对啊，这里刚刚爆炸完，很危险的，你不应该跟着我们。因为人家第一次见到偶像嘛。暖洋洋，其实我也是你的粉丝，我能要你的签名吗？也是我的粉丝。好吧，给。我说这人怎么这么奇怪，老是要签名。我真是太幸运了，被偶像救了，还拿到了签名，谢谢。来，真是个奇怪的女孩。我们赶紧去找下一张卡片吧。喜羊羊在西区，懒羊羊在东区，我们也分头行动吧。好。
怎么了，暖羊羊？我被跟踪了。什么？难道是神秘人派来的？那你前面应该有一条巷子，拐进去，我们配合你来刺瓮中捉鳖。好。咦，去哪儿了？吃我一锤！等等，怎么？看清楚。嗯。啊？怎么又是你？你为什么跟着我呀？我只是想拍一些偶像的照片回去。我知道这样不好，但是我真的太喜欢你了，给你带来麻烦真的很抱歉，我现在就把照片删了。就因为这个？算了吧，也不是什么大事，下次跟我说就可以了。你真的不生气了吗？不生气。奶羊羊你太好了。好了，我们要去执行任务了。我总觉得哪里不对劲儿。美羊羊，你怎么看？可疑。看看去。嗯。啊？果然有问题。我们为什么要跟踪他呀？我觉得这个人有点古怪，一开始对我表现出很崇拜的样子，见我不太搭理，又马上对暖羊羊表现出崇拜的样子，这样故意接近我们肯定不对劲儿。你们想太多了吧？可能吧，但是他刚刚的表现我也觉得有点可疑。美羊羊说的对，万一是跟神秘人有关呢？他拐弯了，跟上去。进去吧。果然有猫腻，去看看。东西带来没有？一手交交货。嘿嘿，暖羊羊，卡片，弱点。肯定是神秘人的手下了，进去看看。全部不准动！你们已经被包围了，老实点儿，放下收拾。这是。就这么严重吗？好像是误会了。他好像是暖羊羊哎。对呀、好像是。他就是暖羊羊。暖羊羊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我们都是暖羊羊一员的成员呢，今天正在举行暖羊羊周边互换交流会呢。周边交流？不对不对，那你们刚才说的弱了点卡片什么的是什么意思？
哦，我是说这暖洋洋的卡片拍得弱了点，没显出大长腿。所以你也是？作为暖洋洋的粉丝，我一直很想要一个暖洋洋限量款的玩偶。那你为什么一路上总是鬼鬼祟祟的绕来绕去呢？没有没有，我只是有点找不到路了，还差点错过了活动的时间。粉丝守则第一条，不准迟到。原来是这样。啊，妈妈，我拿到暖洋洋亲笔签名啦！偶像，不用谢，是我们打扰大家的交流会了，这算是对大家的补偿吧。你想要的那个限量款玩偶我还有，我送给你吧。真的吗？当然，不过需要你跟我回家一起去拿。回家？还是不要了。比起你送给我，我更想靠自己的努力去得到。已经给你带来了这么多的麻烦，不能再打扰你了。偶像，再见。那好吧，再见。总觉得他不对劲儿。怎么了？还在怀疑？我的直觉告诉我，绝对有问题。布雷也很想要一个暖洋洋限量版的玩偶。情况如何，布雷？一切尽在掌握之中哦。很好，别让我失望啊。保证完成任务。